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台体运传为您转播的102全中羽球项目，我是叶蓉。在我身旁这位是要为各位讲评的郑赫真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好的，这一场我们即将为您转播的是国中男子单打，是由台北市的中山国中对上台北市的大同高中。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选手。在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中山国中的选手是陈宇彬，是在画面的下方。那么大同高中所派出的是李佳豪。双方你来我往，2-2平手。好球，打在边界上的一个相当漂亮的一颗球。3-2。接完。陈宇山在昨天的三场的单打部分都是以2-0，都是获胜的。接完。大同的选手把他球打到界外去了，比数4-4。大同以5-4一分的领先。嘉豪，他的攻击力很旺盛，所以刚才一个快速的高压球下，让对方反应不及。目前是李嘉豪领先6-4。好球！中山的陈宇山，身材、体型比较高大一点，在比赛占的一个占的一个体型上优势。比较好得分，目前比数是7-5。李佳豪在去年的华江杯羽球锦标赛，他在国中男子单打获得了第二名，在双打的部分也是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李佳豪发球，发球。可惜了，这一球来不及打。双方的攻击火力都相当的旺盛哈。
何都界，7-9，先分数慢慢的接近。李佳豪在昨天的三场比赛也都是2-0胜利。11-7，中场教练指导时间。好，继续进行下半场的比赛。李哲豪发球，比数是13-8，差了5分了。陈雨山今天看起来打起来就好像还没有一个进入状况，频频的属于挨打的份上。好球。女生连两个好球，边界好球，然后把球追上。目前双方差了3分。话一说完，陈女生马上醒起来。连续追了3分。很可惜。所以陈雨生的杀球动作实在也蛮具威力的。是。12-13。防守，来不及防守，让李佳豪得到了第14分。界外，李佳豪15-12。连续两个球让陈雨山反应不及，高腰扣杀，上网的时候赢球的力道太快太强了，outside。
圈外球。今天已经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了，那么现在也是在打四强赛，应该选手们会要更好好把握自己每一场能得分的机会了。这个对角的突袭界外，陈宇珊拿到第14分，14-17。分数马上追上来了，15-17。16-17，只差第一分了。好球好球，多拍以后，陈宇珊目前把分数追平了，17-17。陈宇珊这一球拉掉，然后配合他的一个突起，然后再做一个拉掉，来回了数十拍以后，就成功的让对方压迫到底线误判。现在是17-17。刚才一个多拍的动作，让对方也稍微，双方也稍微认为体能上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一下，所以喊了一个暂停，做了场地整理的工作。好，比赛继续，17-17。李佳豪往前放网失误，陈宇珊领先一分。界外球，陈宇珊现在是18-17，获得两分的领先，还是19-17获得两分的领先。刚才一个多拍的拉掉，产生了李佳豪的连续两个失误。漂亮的放网动作，然后让对方没有办法把球跳到后场，他直接做杀球攻击。李佳豪得到了一分，目前18-19。界外，界外。比数又追平了，这一个要杀动作居然把球打到了界外了，是很可惜哦。比赛来到了局末点，这个球放网的时候，这个
打到网里面去了，没有过网，造成20-19，最后一分。界外球，李真豪以21-19结束了第一局的赛事。第二局，李佳豪发球，界外球，李佳豪获得的第一分。李真豪在去年参加台北市青年杯羽球的锦标赛后的第二名，他败给了西湖国中的郑炳宏，是与冠军这样擦身而过。3-3获得了第二局的第一分。一个反拍的对角切球，目前相当的漂亮，比数2-2平手。已经进入四强赛了，选手应该可以尽可能把自己的失误率压低，不然因为这样子而让对方得分是很可惜的。界外，陈以山到目前为止，从开始到目前为止都处于是被动的挨打的部分。一直在苦苦的追分，好球，比数3-3，三比三。好球，前排压迫性的平球推挤，得到了一分。
好球，往前的扑网动作，放小球后马上采取扑网，成功。跳网，一个 lucky 的跳网，是幸运的。陈宇珊获得了五分。陈宇珊发球，接好一个平推，后场平推，压迫到陈宇珊。目前比数是4-7。是外球。8-4。漂亮的一个反复性的单边攻击的方式，李哲豪又为自己拿下一分，目前是5-8。双方的分数只差了两分。一个发球相当高的小球，被陈宇珊直接的踢，做高压扣球动作。对角线的攻击产生的失误，是挂网。7-9。李佳豪现在落后两分了。在陈宇珊，他的在今年全国第一次的排名赛里面，他的成绩是在于李佳豪的前面，他在进入全国16强。11-7，中场教练指导时间。
一个快速的平球回击，陈宇川来不及救了这颗球、哦、对对对，他也没想到球是用这种平球的快速的平球回击的方式，所以没有注意的状况下失掉这分。界外，简一山获得了第十二分，目前是12-9。这一球李佳豪已经判断正确，全部都倾前的要做一个扑网动作了，结果陈宇山一个对角的勾球进来，竟然让李佳豪产生失误。挺好的一球，本来应该可以把握住的。界外球，那一球的失误后，感觉好像李佳豪跑动速度的反应变慢了。目前比数是10-14。陈宇山现在看起来他的脚程呢移动的变快了，所以他现在频频用速度来调动对方。他的速度很快，现在优于李佳豪，所以呢，李佳豪频频失误。目前是16-10，差了六分了。
好球，一个后排的底线边界好球。连得两分，现在李佳豪采取的方式不再做强攻，而是四脚拉吊的方式。李佳豪发球，12-16。失误。球四脚拉掉后来一个往前的快速平球，李佳豪为自己拿下一分，现在有4分的差距。陈宇珊如果要赢了这一局，必须要好好把握后面这几球。好球，做一个手腕上的快速的平球推挤，目前是18-13。李佳豪一个手腕的变化骗到了陈宇珊，球落到了好球地带。这一球为自己拿下一分，目前是15-18。先两个斜线攻击，吊球攻击，让对方把球跳上来，最后一个直线的强力压迫，然后往前扑网，获得了一分。李佳豪继续发球。哇，这球漂亮，杀球上网动作，直接很以很快的速度跑到网前做一个压迫性的攻击，得分。陈宇珊这个快速的步伐攻击，标准的杀球上网动作。陈宇珊发球，哎，界外球，看看陈宇珊能不能把握最后这两分哦，就可以拿下这一局。切对角界外，陈宇珊这个球切的角度太大了，让球掉出了界外。球，李佳豪误判，以为是奥赛，结果球落到界内，陈宇珊拿到最后一分，比赛来到了局末点，发球触网，
在这最后一分哦，出现了失误。陈宇生送给了李佳豪一分，18-20。界外，李佳豪把球打到了界外。陈宇山21-18结束了第二局的比赛。进行第三局的比赛。李佳豪很轻松的得到了三分。对角的点杀，让李佳豪来不及反应。目前比数1-3。好球，李佳豪一个积极的抢网动作。来的高吊球出界，你将要打出界，分身获得第二分。李佳豪又获得了一分，目前是5-2。
这个球陈宇生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放网动作，可是他认为这个球已经是很标准的好球了，可是没想到被陈李佳豪把他救起，产生了一个天生的失误。一个高压球让李佳豪打到网上去了，3-6。7-4，挂网，接着一个高压球，杀球得分。目前比数是5-7。其实陈宇生的成绩在国中组来说是相当不错，像老师刚有提到，他现在他在上一站乙组的全国排名赛目前是排名16强，就国中生来说是很优异的成绩了。又是一个失误，目前比数是6-8。两个连续三拍的一个大切杀的动作，好球，得分。陈宇山善用他的高击球点的特性，两个人取得这一分，只差了一分哦。高远球，好球！李佳豪还是用频频的用他的跳跃动作来做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隐藏性的攻击。三打了一个四角吊球，让李佳豪频频的受迫，最后终于把球打出了界外。到目前为止，两个人的分数都很接近哦，在第三局的比赛还看不出来谁会获得这场胜利。发球界外，发高远球界外。陈宇山在这个时间又发了一个送分。11-9。中场教练指导时间。
继续进行比赛。陈以生把这个球挑没有挑起来，触网，12-8。挑球这个球有挑起来，但是呢出界，力道过猛，挑出了界外，13-8。五分的，马上积极的扑网，现在把比分拉到9-10，9-13。又是有失误。14-9。这球杀得很漂亮。10-14。目前差了4分。好球。11-14。15-11，李真豪发球，12-15，界外，界外球。高压球的一个失误，13-15。现在只有2分之差哦。又是界外球。到界外。17-13。球，李佳豪这个直线的突袭常常是效果很好，发挥一个很好的效果。陈宇山打了一个界外球，目前还是李佳豪领先18-14。
15-18，陈颖珊又抢回了一分。哇，球发高了，本球发的时候发高了，让对方做一个近身球的推挤，让他产生的失误，是9-15。李哲豪在两分就可以拿下这一局了。界外，球挑球挑过猛，力道过猛，挑出了界外。20，来到了赛末点，看看他能不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分。这一局的比赛，李正豪是有21-15接。16-20。抱歉了，更正。这一局比赛，李佳豪是以21-16结束了这一局的比赛。这一场比赛，李佳豪是以2-1获得了胜利。那么可不可以请老师来为我们讲评一下李佳豪他这一次 的比赛里面，他发挥了一个全场的一个优势，他的跑动之间呢，让陈宇山呢他频频的猜不中他的一个攻击的方位，所以呢他运用他的隐匿性的一个攻击获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他获得这一场的比赛。好的，谢谢老师。那么下一场比赛是高男双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感谢你的收看，再会。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台体运传为您转播的2016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羽球项目，我是许轩，在我身旁这位是今天的奖品老师郑赫真正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好，那现在在场上准备进行的是高中男生个人双打赛四强二的决赛哦，那是由台中市西苑高中的林坚瑞以及田子杰对上基隆市基隆高中的江绿伟以及李阳。这场比赛呢，你可以看到李昂跟江立伟他们两个的防守呢，是在这一次的高中组里面呢，防守的最有一个好的一个防守的组合。那在攻击方面上，其实田子杰他们昨天的在比赛上呢，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往前拦截的一个效果哈。所以呢，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双方的互有不同的打法，互有不同的攻击的方式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击中的李阳发球。5-2 5-3李阳的一个杀球挂网，现在西苑高中这一组的5-3暂时领先两分。江立伟发球得分，5-5。九万。6-6。李坚瑞发球。到网上去了。界外。到现在为止，球还没有超过五拍，来来去去没有超过五拍，一个球没有超过五拍。假动作失误。7-7。7-8。分数拉得很紧。8-8。好球，一个防守中让对方产生的一个误判失误，李阳这一组得到了9分。李阳取得一个往前的一个空网扑网的优胜。
11-8。好球！好球！田子杰做一个假动作的外脚推球，骗过的两个，击中了两个选手，9-10。那第一局上半场11-9，由姜绿伟李阳领先。进入中场休息，教练指导时间。看到今天这两组的比赛、是在他们的高中组的四强赛。10-11，田子杰发球。12-10。前排的跳要拦截，好漂亮的手背啊、连续三拍攻击都被守下来，哎呀，竟然是失误在一个往前的半场推球。跳网的回击，跳网过网，球跳过了，一个 lucky 的一个防守，是13-12，西苑高中暂时领先一分。姜绿伟的杀球动作真的是很重哈、他几乎在外后排的攻击，从昨天看到今天的比赛里面，他的攻击技术是无往不利啊。这是13-13，一个高张力的比赛，两个分数追得相当的近。一直赢的15，15-13。15，不算不算，这个球对方有没有准备好？16-14，两分的差距，分数如果拉开5分以上，追就比较不好追。球，那个要杀得分。
比数15-16。16-16，分数相当近。李建瑞发球，双方互有追逐分数的那种方式，可是其中这一组始终都是保持的一两分的领先。球，17-17。张立伟杀了一个跳网球，那个得到了这一分。18-17，最后关头的时候，谁先拿到20分，就是一个关键。一个默契上的失误。18-18。是过不了他们的一个防御动作哈，接发球防御这个部分。19-18，谁能连续获得两分，可能就是这一场的胜利，这一局的胜利。这个中场休息那么久很少见，在所有国际大赛里面、国际比赛里面，中场休息的时间除了整理场地以外，是没有看见那么久的。哦，哇，他们现在是提出这个场地的一个状况。场地出现一些状况，我现在看到裁判长也站在我们球场中央。
这个 PU 场地呢，它的一个接缝的地方大部分是用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胶带把它做一个粘着的部分，但是呢在这个粘着部分应该是很少看见说场地呢会突然间做一个裂或是分开的场地裂缝的动作，或是分开的动作的状况会发生。处理完了，比赛准备继续。19-18，张六伟、李阳领先一分。现在选手可能都冷掉了，那现在看谁先回温的状况比较好，就可能获得这两分。好球，看起来西院的丝毫没有受到这一个中场的休息时间的影响。拿到19分。这个球，这个一个很致命的失误，让对方得到了赛末点。20-19，最后一分。好，那就非常紧张哦，那又进入 deuce。又是季中先获得一分。哇，那第一局江立伟前排快速的拦截，第一局22-20，由基隆高中江立伟、李阳抢下第一局。
好，那第二局继续进行。2-0，田子杰跟林建瑞获得了两分的领先。1-2。发球呢，有些是用时间差的方式来引起对方的一个击球点的一个点的一个失误，所以呢，在裁判还没有喊比赛分数的时候，那个发球员不得先行发球。得分4-1。打开5-1。发球，错了，换边发球。李阳发球，2-6。哎，很可惜哈，都放网失误。连续两个接发球失误，对，让对方发相当的省力，发个球得两分，发个球得两分，所以连续两个发球得到两分，实在是很轻松哈。好，4-6，发长球，发长球力道过猛了，出界。你在双打部分发球的范围非常小，比较小。所以选手在发球的时候应该要更注意一点。7-4。哇，一个好漂亮的一个手背，哦，这个手背把球推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离球最远的距离。离人能离球最远的距离，6-8，张立伟发球，出界，出界了，9-6，还有三分的领先。哇，后排杀球，然后前排的拦截失误，造成了对方的得分。好，7-10。第二局上半场11-7，由林建瑞、田子杰领先。进入中场休息，教练指导时间。
发长球，又是出界。8-11。防守失误。12-8。9-12。翻网而过。今天这个网子可能有点没有绑得比较紧，从上一场到现在看到跳网的几率好像好多次了。界外够继续的做一些前倾的攻击动作。好，11-13，你这位田姐姐领先2分哦。接发球失误。球，一个半长球的点推点漂亮，14-12。3-15。分数渐渐的拉开，17-13。哇，又直接发网，发到网子上去了，14-17。好球！好球！好球！假动作碰过对方。9-14。哦，上一个大对角线杀球，那你刚好在将略微及李阳的空档。21-14。好，那第二局21-14是由西岳高中林建瑞及田子杰拿下第二局。进入第三局，
1-0。1-1，第三局又产生了一个拉锯战。2-1。这颗球田子杰有抓到落点，不过球出界。第三局田子杰好像前排的拦截开始又恢复到稳定犀利的状态哈。球，一个巧妙的推击到中场，得分。3-4，分数也是拉得很近。好球！好球！好球！现在5-3，将立伟、李阳落后2分。6-3，分数拉开了3分差距。球啊球！姜立伟他的手背带攻击哈，一手背完后马上上网去做一个拦截。是，要把握住。这个球多拍来回都很，速度都相当快。这个是以失误，失掉了1分。又一个弹网而过的球，对，又是一个跳网球。7-5。6-7，1分差距。
好球，好球！宇修追上来了，还是7-7。个界外球，明显的一个大失误了哈。87又领先了，双方一个发球失误互补，8-8，分数又回到拉锯了。8-8，田子杰发球，这是一个对角的很斜的一个界外球，9-8。好球，一个杀球，让对方把球打出了界外。9-9。啊，一个强力的扣杀，里面一个强力扣杀，10-9。10-10，双方都把分数咬得很紧。对，谁先失误，谁先手软，谁就会有可能失误掉这一局。大球杀出界。好，第三局上半局11-10，江六伟、李阳领先了。11-11。12-12。
好球，一个成功的手背，一个半场的推球失误，分数14-12。好球，好，15-12。3-15。好球。其实田子杰，你看他前排的拦截哈，其实都帮助了他们这一队。让他的队友有机可乘，可以做一些阻塞的动作。好，林金瑞发球失界。球张立伟守得很好，把他打到了对角线的角角，结果造成了田子杰的失误，15-16，分数都非常的近。又把比分追平了，16-16。可惜，攻击得分真的不够失误。17-16。好，好球！那田子杰往前截击的部分，真的很快很快，他这个拦截都很有效的压制对方。18-16，两分的领先。后面这几球要打，两队都要好好的慎重的处理。说到慎重，马上抓发球挂网。
世界。19-17。双方都要把握接下来这几颗关键球。好球。好，比赛来到赛末点，20-17，不过分数还是很接近。西苑高中他们的双打在高中组里面是相当好的一个组合训练的一个团队。西苑高中最后拿下最后一分。好，那恭喜西苑高中天子姐姐林建瑞进入男双冠军战。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对今天这场西苑高中林建瑞以及田子杰对上基隆市基隆高中的江立伟以及李阳，他们表现如何？这一场比赛其实一个势均力敌哈。那这其中在那个我们比赛的后半段，你可以看到田子杰他的表现非常的杰出，频频的让基中的两位选手呢受迫性的回击。啊，然后也让他自己表现的优异的状况，也带动了他的队友一个攻势，所以呢赢得这一场的比赛。那我们很恭喜西苑高中的这一组能够获得晋级。好，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个人赛事的决赛部分哦。那请继续收看由台体院传为你转播的202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羽球项目。